健康特工队出发。关键时刻，古丽林的发卡救了蓝猫咖喱的性命。随后曼特赶来，博斯趁机挟持拉拉，勒令曼特屈服。曼特无奈只能表面应承，趁博斯不备迅速出手救下拉拉。博斯大怒，号令众寄生虫消灭小队。这时拉拉所携带的终结者发挥了巨大的威力。第九十二集，恼怒。可恶，陛下，博斯犯上，罪该万死。请准许臣率领免疫大军把他们给抓回来。哎呀，不用免疫大军，我一个人去就行了。魅力士，用不着你出手，我和几个姐妹就可以对付他了。还是我去吧。我去，让我去。行了行了，让我去吧，别争了，还是让我去吧。好了，都不要争了。啊，陛下，你们都待在这儿，谁也不准离开，还是我单独去会会他吧。陛下，曼特呀曼特，我看你还能神气多久。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不好了不好了，曼特来了，曼特来了。啊，啊，欢迎尊敬的人体国王驾临寒舍。啊，老老实实的把东西交给我。看来不能如您所愿了，他们正是我所要的。那几块古力病毒晶片应该交给蓝猫。卑鄙。卑鄙，卑鄙就是我的性格。哎呀，哎，终极 PK。 不行，让我去，我担心国王会出事儿。不行，你不能一个人去啊。曼特国王独自去找博斯，一定有他的解决方式，你这么去搅和，很有可能打乱他的计划。可是，哎呀，东城大哥，你这样的焦虑很容易对心血管系统造成不良的影响哦。啊，
随着时间一天一天的推移，就会造成心脑血管机能紊乱，出现心律不齐呀、冠心病啊、高血压呀等等等等。所以啊，您啊一定不能激动，东辰大哥，要知道您的身体可是国家的身体呀。啊，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只担心国王陛下。东辰大哥，要去也是我去啊。其实我和拉拉是有急事来找曼特国王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见到他。蓝猫，虽然寄生虫已经消除，但之前对他的体内损害非常严重，受损部位的痊愈还需要一定的时间，你们一定要保护好抓获的那几块病毒晶片，不要被坏人利用，以免造成不可控制的危险局面。东辰大哥，我们找到的病毒碎片全都在博斯手上了，那陛下岂不是更危险了？东辰将军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和拉拉去看看那边的情况。你们不用说了，我要和你们一起去。我知道你担心你们的国王，可现在这边也需要人主持大局啊，你就相信我和拉拉吧，东辰将军。嗯。哦，大哥，那我们呢？哎呀，我们当然在这儿主持大局了。拉拉姐姐，我想和你们一起去，好吗？咖喱，你们由于受到28天体内新陈代谢的影响，所以现在体质很弱，你们要好好休养，随时准备后面的战斗。嗯，那好吧，拉拉姐姐，我听你的。好，就让本周最强的我，智慧之狐菲菲，在这儿养精蓄锐，随时准备战斗。好，拉拉，我们走。菲菲，这就交给你们了。这不是决斗的好地方，我看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吧。哦，想不到这家伙连瞬移都练成了，不过你还是跑不了的。哎，博斯，你居心不良，别怪我手下不留情。我不会怪你，没有你我哪有增加能量的机会呀。今天就让你葬身胃酸湖。哎呀，博斯，今天你是跑不了了。我看是你吧。哦，这里才是我最佳的战斗地点，因为这儿的一切让我兴奋。哈哈，最后让你看看我的必杀技。哈哈，在哪儿都是一样，看我的！终极旋风。这不是人体国王曼特吗？嗯，他好像受伤了。是你们？没想到吧，就是我们。这下让我们捡到个大便宜。我是国王，
你们想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要把你交给我们的师傅博斯。侠哥，上！是。你们也是古力病毒？你知道的已经太晚了。不许伤害曼特国王！岂有此理！侠哥，你到嘴的食物又跑掉了，我们追。好。受伤的曼特被及时赶到的蓝猫和拉拉救走，古力病毒紧追其后。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故事呢？请看下集《欺骗》。老朋友蓝猫，今天上场的选手是咖喱、淘气、请选手们准备抢答了。请问不良的心理因素会对人体哪两个系统造成影响呢？咖喱，请吧，咖喱。会对心血管系统和消化系统造成不良影响。朋友们，我们可爱的咖喱的回答是否正确呢？先来看看大屏幕吧。不良的心理因素会给心血管系统造成不良的影响，如长期愤怒、焦虑会造成心脑血管机能紊乱，出现心律不齐、高血压和冠心病，同时会对消化系统也有不良的影响。恭喜咖喱，回答完全正确。不良的心理因素会对心血管系统和消化系统造成不良的影响。好吧，淘气，给大家讲个笑话。火车上，一位乘客对乘务员说：“请您再给我送一杯茶。”乘务员回答：“您这是第十杯茶水了。”乘客哭着脸说：“不是我要喝水，是因为我卧铺上的毛毯烧着了。”小朋友们，你们喜欢今天的节目吗？我们的口号是什么？